们国家展呢总共是64个国家包括中国，那么有15个主宾国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个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相比呢，应该说更加大气更加开放。从这个11月13号到11月20号呢，那么这些会向社会公众进行开放。这次国家展，那么我们的重点呢，也就是鼓励这些参展国呢，以最好的形象来展现他们国家在贸易、投资、技术，包括在旅游、人文等方面它所取得成就和亮点。应该说呢，这一次呢，国家展的亮点这个精彩纷呈。我们也希望通过展现他们国家的形象，和我们中国一道共建一个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看视频上澎湃。